你哪里不舒服呢？给猫剪指甲的时候手让猫挠了。为什么要给猫剪指甲？它在挠我。它平时挠你吗？不挠。那你没事给猫剪什么指甲？是不是没事找事？666号航班即将起飞，请系好您的裤腰带。是吧？我发现我有超能力。哦，什么超能力？你看，我能控制水的方向。你他妈撒泡尿乱甩啥？同学们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……笨笨，你为什么一直对着我笑？老师，因为我感冒了。你感冒了怎么还一直笑呢？吃药了吗？就是吃了药才笑啊。这又是为什么？老师你没看吗？广告上说要笑一整天呢。还在担心自己的车技吗？关注我们布尔吧与霸过分，温风小剧场手把手教你留言转发飙车喽。